好古老的栈道，咱们到哪里了？咱们一路向东行，穿山入林，努一方位来算，此地应该是太行山中。没想到深山中竟有如此的栈道啊！由目测来看，这栈道的年代已十分久远。战国之时，各国互相攻伐，为了便利行军运帛，在天险峻岭搭筑栈道乃是常事。看来这条栈道通抵东西两侧，穿山越岭极是便利。妖人必是想经由此路逃脱。镇英大师，那妖人还在附近吗？附近的确是有妖气，但和先前的不太一样。自从咱们离开雾谷之后，对方的妖气就时有时无。这样一路追下来，也不知有没有追错方向。倘若如此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这批妖人的确不寻常，平真的四鬼追击术从不失手，没想到这回却给对方轻易逃脱。之前十几年的修炼都算白费了。这个是错字吗？兔托大师身为命中真女，却又精通阴阳师的四鬼之术，当真是博学寡闻。说来惭愧，贫僧在入佛门之前，真是个视法为二的阴阳师。后来蒙师尊开恩收为门下，即传贫僧命中破魔心法，又引贫僧保留阴阳道的道行。师尊言道，只要用于正途，招鬼之术亦非邪道。这教诲，贫僧一直铭记在心。原来如此。此地灵障混杂，仙魔难辨，大伙不妨先在此歇息，待贫僧放几只四鬼到附近搜索之后，再做打算。等等，大师，怎么了？有道妖气正向此地而来，大家小心。你们也是和他们一伙，也是来拦截我的吗？在下不知姑娘所指为何，不过瞧你伤势不轻，那在下以术法为姑娘略作医治如何？不用了，我还能走，那我过去。且慢，此女身上妖气颇重，说不定是敌方一伙。贫僧以为，还是先问清楚了再做打算。真英大师思虑深远周到，小女子深感佩服。不过，此女虽然身带妖气，但她应非妖邪一流。咱们应无为难她的必要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她看起来不像恶徒。既然两位都这么认为，贫僧自无异议。又有多道妖气向此地而来？这回应该是真的敌人了，大伙准备应战。啊，他们追来了吗？他们，小鬼头，这回你跑不掉了吧？求你们让我过去，我打不过那人。诸位，咱们让路，给他过去吧。谢谢你们，我会记住你们的恩惠的。竟敢和我作对，算你们有胆。等等，瞧你们面貌人数，倒和他们描述的颇为相符。莫非在雾谷中的就是你们？阁下果然是妖人一伙。你知道就好，
明皇大英便是在雾谷被我们杀了大败而逃。你也想来试试看吗？果真是你们，有趣，我的确想试试你们的本事。哎，此人金发碧眼，宽骨高手，美貌奇是奇异，莫非是修炼什么妖术魔功之故？非也，此人乃是西域胡人，可能有波斯的血统。听说西土的妖术有其独到之处，既然这人也精通妖法，咱们可得多加小心。这人眼目隐含煞气，兼之身上邪气极重，看来我们是非小心不可了。哼，自命清高的正派伪君子，给我杀！好，20回合，然后下回再打一次，无限循环。好，然后再给子枫补血。305，好，29等了，开心。杨志正24，好，还没走 ，OK。所以应该是杨志正，也就是第24回合还可以打他。然后英之正24应该就不行了。第25回合会出发吧？对，好，如果你杨志正25回合到了，然后没有打败夏侯仪哈，夏侯仪就会绕跑。这就是击倒单一的实力吗？真是挺翘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就凭你们这些本事，还不配让我亲自出手。出来吧，我的仆人们。就让这些来陪你们玩玩吧，告辞了。真气的，如此的小看我们。没办法，先解决眼前的敌人再说吧。好，我们24回合把夏侯给干掉，就会进入，就会达成隐藏的条件了。果然不是一隅之辈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必再客气了，让你们尝尝我的飞天颜面。飞天剑法，那不是传闻中的两大剑法之一吗？飞天剑法威力虽大，但亦会随你魂魄增援，你和我们并无仇恨，何苦如此性命相拼？我生平最恨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伪君子，只要能杀尽你们这些正派冲人，这条性命有何足惜？即使如此，我就以禁法对禁法，只有我这一招绝天明煞。你会绝天禁法？绝天禁法的威力更胜飞天禁法，但一用便魂魄灭散，永不超生。你真的敢用？你敢伤我的朋友，我就先一击击毙你。你有不顾性命要报的仇，我也有我甘愿舍命保护的人。我们同是偏激乖张之辈，你该明白我不是在说笑。想要舍命保护的人，想要舍命保护的人吗？这好笑吗？不，
说的对，与其如此行尸走肉的为复仇而活，倒不如像你这样，用绝天净法舍命一击的好。看在姑娘赐教的份上，今天就放你们一马，后会有期了。凤姑娘，刚才此人狂言用禁法，只怕并非虚言，多亏你再次巧计退敌，咱们才免得此祸。不，我刚才也是说真的，我想他明白我的心思，因此才退走的吧。不过，刚才那人并非真正的妖邪之辈，想是正派做了令他遗憾终生之事，他才会变成那个样子吧。如果下次再遇到他的话，希望能和他化敌为友，别再如此不命厮杀了。那给探看自己了。若日后他能伙同妖人为非作歹，咱们可也不能退缩示弱。说的也是。正因大师现在可还能察觉妖人的踪迹？现在你们半是妖气也无，刚才的追击术也毫无收获。想是敌方都已离开此地。林大哥，既然敌中已失，咱们不妨先出了太行山，再转向南，往嵩山一趟如何？在下久闻中岳之名，早就想一睹名山风采，只是此刻并非游山玩水的时机。嘿嘿，林大哥想到哪里去啊？我是想先回四象门本门一趟，向师父请教一下至今诸多不解之处。原来贵派本门就在嵩山。是啊，嵩山盘天岭正是我四象门所在。我师父修为高深是不用说的，他老人家阅历见闻见极广博，有关这些奇物异人之事正可向他问得清楚。可是我记得在襄阳相遇之初，你师兄正四处派人捉拿你，现下忽然回返本门，不会有何不同吗？这倒不用担心，我大师兄是大意头师，剑法上的造诣不差，但他与术法的天资有限，教出来的徒儿自然可想而知。单独时我或许还怕他三分，但现在可就不足为惧了。话虽如此，我们还算是登门拜访，尽量以不生事为宜。要是双方起了冲突，对尊师也很是不敬。我知道啦，回访本人之后，我言语上多收敛些便是。只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如果我大师兄信任太甚，也不用对他太客气。那便见机行事了。既然如此，咱们这就动身吧。